擔心，然後空氣逐步抵住個肚啊，呼氣收個肚入去，跟住然後彎到上嚟頭頂頸，等佢每一個骨節都充斥住養分，等啲氧氣進入你整個脊柱裡面30多個唔同嘅骨節裡面，軟骨組織得到生長下。好，先打開咗督脈，然後同時任脈亦都做一個呼吸法，由頭頂拉上，坐翻直我哋嘅身體。呢個係一個基本簡單嘅仰功嚟㗎嚇，跟住開始就。大家就只係可以睇就好啦。我而家結呢一個雙盤嘅結座咧，亦都係調整身體健康嘅開始嚟嘅。為咗準備嚟緊嘅高難度動作咧，我首先要將我嘅肩膊咧嘅平衡力調整好。咁我咧就會先轉動360度轉動我嘅膊頭，左右平衡。好，一起轉多一次。好，在這個轉動的過程裡面，我整條脊骨已經去到垂直的狀態了。這個垂直是由百會穴經過我們的中脈衝下來，一路到去會陰穴，其實都是一條直線來的。跟著然後我們的手，剛才大家試了陰陽嘛，以我們的中軸線分開，左手為陽，右手為陰，陰陽掌對住我哋嘅腳板底，勞宮湧泉相對，陰陽交合，結掌開胸，伸開我哋嘅掌，承接宇宙嘅能量，下翻掌肢轉上，兩邊膊頭平衡。喺呢個平衡嘅基礎裏面咧，大家係感覺到成個背嘅夾骨咧，是在一個自我按摩作用，帶動我們的心臟活躍功能的。然後慢慢放低手，轉手後翻上半肢，大家合掌在背後，結翻一個手印，結一個蓮花手印。開始了，吸了氣，肚子脹了出來的，大肚燈開始放鬆，呼氣收緊。好，我們的頭帶動著整條脊柱向前平衡伸長，目光好像觀音能量咁樣啦，要慈悲有愛下。當我哋回身嗰陣時咧，要由頭部帶領，頭是帶領我們身體一切的意識回歸到去中軸線。好，慢慢調適雙掌放鬆，轉掌將宇宙的能量收集入到嚟我的身體入面，氣不離開我們的身體，集中在勞宮穴，腳的氣也不離開身體，集中在湧泉穴，相對合掌聚氣凝於上焦，歸入中焦，延放下焦，和我們翻回來腳掌相結合。接下來會開始和大家示範一個真正的心神相交的姿勢，剛才那些是網脈，是跟住講唔到嘢乜滯啊！我而家解。